玩我超可爱的大绝招对付你，竟然都打不赢了。哇！这个，请你吃葡萄。来丢他丢他！哎、欸，他有什么事？他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布布恰恰，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就是对我换造型了，而且我的新 ID 叫做我的 W 嘴唇，而且我创了一个全新的工会，叫做有一只戴墨镜的乌龟。然后我现在的工会会员只有一个人，他就是我们今晚的冒险伙伴，他就是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度游。然后三度在游戏里的 ID 叫做射手。上啊！这个被逼。OK， 你看我的服装非常的奇葩、哦，我是外星人，拿香蕉，这是我的弓箭，这是弓箭，这香蕉是弓箭，这是弓箭，弓箭。在游戏的一开始呢，我要先跟三度来决斗一下。目前这个模式是只有六日会开放，在游戏大厅点选聊天最下方有个决斗房，进入你们的选取房间之后，那就来看我跟三度激情的决斗吧，各位。我普通，哎、欸，三度，你看我普通攻击打你一滴血。那怎么打？我只能打你一滴血吗？要升级装备啊，那个。来啊！啊，准备好了吗？你不用放大，一百八。被你，我快被你，出来吧！箭射死了。出来吧！可能被你直接秒杀掉哎、欸！我这个大绝，我顶不住，我顶不住 ，miss。有点可惜，大绝中看不中用啊！我觉得你普攻很强哎、欸，是看特效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结束这一场吧，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技能可以直接打爆我吗？多重狙击！哇，你的好强、哦！你的香蕉，三度你的香蕉，哇，瞬间秒杀！哦，变成灵魂了，我升天了！第三回合 是？第三回合。啊，来吧来吧！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可以打赢你哦。可以可以，来吧！什么招都上了。蝶爆花仙术，普攻辟邪。你帮我去做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我的武器明明就很强哦，双重射击。哎、欸，那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变金色的头，怎么回事？你完蛋，我生气的意思是棉花糖附身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章鱼烧加棉花糖。哇，你的技能都很帅。哎、欸，我又补血。好，太强了！我要放大绝招，你完蛋了你！现在好像有点一面倒，我觉得工会要被会长位置要被交出来了。玩我超可爱的大绝招对付你，竟然都打不赢了！哇！请你吃葡萄，来丢他丢他！哎、欸，他有什么事？他人呢？他跑去哪里？我让你的啦，我不行的，我让死，我不行的。你刚玩这个游戏，我不想让你受挫折，所以我故意的，我武器故意装很烂，让你的。真的好笑，我不行的。我大绝招丢，什么都没放，没扣血，他跑走了。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在干嘛了。啊，我们加油把这一场给搞定。不要打了啦，我的章鱼烧都已经软掉了，我现在没有魔。双重射击呀！ Yeah! 雷电霹雳神球啊！哒哒哒！还有八秒，劝你投降吧，你要投降啊！你给我这会长一点面子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怎么投降？我不知道怎么投降。Finish， 很明显的胜负一分。我们打花篮的试，花篮的试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知道什么是花篮吗？什么是花篮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蛮好听的，就是花篮的试炼。等一下我们放绝招都要喊哦，你放什么都要喊哦，下面小招也要喊哦。毒箭，动动动动动，多重循环射击，那是你的技能。香蕉回旋包，华兰小太郎，他叫华兰小太郎啊，真的啦。喊出我们的大绝招了吗？
来来来来，一起喊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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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我变身章鱼。你不是喊那个 Unison Chance 啊？ Unison Chance， 来，这是什么？上上上，上上上，飞龙在天，光之恩典，飞龙在天，时间开端，代替月亮惩罚你，圣水哦圣。哇、哦、，Unison Attack， 大恶魔红莲之火 Level Two 哎，啊，有流星，我、哦、真的很痛哎，这是我们合作第一次打这么痛，每一个 Boss 都长得这么可爱，这样谁会打？很可爱，对啊，我 忍不住想要收养了，跟我回家吧，花之仙女，我有个睡觉。你为什么都只用那个流风硬币？得到流风硬币，我还是那个风流硬币耶！你的棉花糖好性感，你的香蕉也是。哇，这是你养的猫吗？好可爱哦、喔！不是，那是狗。走了啦！进来三度公会需要你，我们只有两个人要打五个人。好像很强哎、欸，拿扇子的，哇！不要先打我，不要先打我，哇！快死了，快死啊，快死了 ！Unison Chase， 死前放一个吗？哇，好猛，好猛！ Yeah. 哇哇，所有的猪都放了，所有的电脑都响应你耶！哎、欸，没有是哦，我们输了、哦，是他们跟我们同时放啊！看看看看谁的高，我、哦、靠！我靠！什么鬼？这什么鬼伤害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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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大一个！那个地狱恶魔出来了，红莲之火。我们爆炸了，公会爆炸喽！章鱼烧被烤熟了，香蕉被烤熟了。我公会战那么久啊！我们要复活。公会战太久啊！我们要复活。水晶会被打爆，我们就输啦。我们要打好打满十分钟就对了，加油啊副会长，加油啊郭会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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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加油，满回满，水晶硬起来，水晶硬起来，谢谢，硬起来，一柱擎天，爆炸了，我们爆炸了，哇啊啊，郭会长就这样输掉了。上面的血条没了，沒他们血还蛮多的耶。没关系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打他很痛哎、欸，但是偏偏就是啊、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，这个出乎意料。啊，但是再接再厉啊，可能我需要换件衣服，可能这个外星人在地球还是啊，地球太可怕，我还是回火星去吧。在经过激烈的冒险中，我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 Unison Legend 最新的宠物系统。你只要达到第五章以后，你就会有可爱的小蛋蛋。把它孵化之后，你就要先帮它取名字。你可以根据它的外形特色来帮它取名字，好吧？那我觉得你的鼻子真的非常可爱，我就先叫你蓝色鼻子兽吧。这有点像父母帮小孩取一些奇怪的名字的概念。好吧，果实呢就是在随机关卡之中都会掉落，你喂宠物的话它会很开心，而且呢它会提升战斗能力哦，很酷。而且你看它旁边有爱心，你可以跟它聊天提升亲密度，饿了你就喂它，它会越来越强哦。萌萌萌萌，他就只会说萌萌吗？蓝色鼻子兽很可爱，他会称自己叫蓝色鼻子兽，就是你帮他取的名字，然后他也会叫你的名字。萌萌萌萌萌萌萌，每天都辛苦你了，萌。为什么肚子饿？他肚子饿了，嘿嘿嘿，等一下再来喂他。我先来跟他聊聊天，增加他的爱心度。蓝色鼻子兽，你每天都会喂蓝色鼻子兽吃东西吗？好像都要打一些他非常开心的选项，他才会增加你的亲密度。感觉最近变胖了，要控制饮食哦。长得超级可爱，眼睛是那种一条线的感觉。而且你还可以让他生气，生气你们的亲密度就会降低，所以尽量讨好你们的小宝宝吧。真的长得超级可爱的，好想摸他哦，摸他已经超舒服的。而且他还有一个尾巴。
很开心，我让你开心，让你变成开心的蓝色鼻子兽，只要摸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精力密不足，蓝色鼻子兽也会。你们刚才说什么吗？好好笑。如果金币不足的话，蓝色鼻子兽也会被卖掉吗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爸爸是不会卖掉你的。那肚子饿饿的话，我们就来喂他吃果实吧。刚刚有介绍到，这些果实是可以在关卡之中随机取得的。那我们就可以喂他，哇，还可以增加能力耶！喂红色的可以增加攻击力，那我不就把所有的果实都喂给他就可以了？升级二，升三等了，先喂红色来增加你的攻击力。哇，饱了就不能喂了，所以我要等他下次肚子饿饿的时候再来喂他。真的非常有趣，他现在就是耕地女人，你到哪里都会带着他，非常的有趣。那另外呢，我还要再介绍的就是呢 ，Unison Legend 在10月开始会跟更多其他的游戏更新，还有一些超级大的活动。在下方完整资讯栏还有置顶欢迎点连结加入我们的乌龟公会，现在只有两个人公会战，真的需要你啊！那我先来简单秘密透露新活动。那新的玩家呢，可以获得以下的物品：你在创完你的名字之后，限定14天登录的话，每天都能获得十个免费的召唤，算是蛮不错的活动。每十连召唤都能保证获得一个 SSR 的物品，现在活动都这么佛吗？首次一次共提供30个免费召唤，并确保一件 UR 的物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新玩家前14天登入，要连续登入哦，就可以获得160连免费召唤，还有一项 UR 的物品，14项 SSR 的物品，超级佛心，还不赶快点下面连结，一起加入我们的乌龟公会，加入我跟三度的乌龟公会，希望我们的公会战能够强一点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冒险的话，欢迎点下方的连结，置顶连结，完整资讯全部都有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超级乌龟公会。当然，你想要参加会长争夺战的话，你现在要打败三度才可以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下喜欢与订阅。超级疯狂的布布恰恰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喽，各位。